即将上场的于曼曼和王克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舞蹈呢？请多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老师好，我叫王克。我叫于曼曼。今天我俩为大家表演一段印度的宝莱坞的舞蹈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谢谢。音乐起。你俩不是情侣吧？我们是好闺蜜。好闺蜜啊，好朋友，好朋友，就是好朋友，但很快乐他们两个。我是感觉你们两个穿的服装也像印度新婚。你有女朋友吗？我现在没有。你有男朋友吗？我没有。是不是这两个人在开玩笑？是不是？啊，因为我们两个是学习民族民间舞出来的啊，我一直还收藏着杨老师在2004年去西安演出演云南印象时候给我的亲笔签名，上面写着祝于曼曼学习进步。所以我今天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希望等一会儿能够我把那个10年前的那个画册拿出来让杨老师再给我签一次名。10年前哈，10年后真的生命太快，其实真的有很多话要讲，语言不重要哈。杨老师，我懂，我都懂。杨老师跟你一样，杨老师的眼泪已经在眼眶里转了。好，我们开始表决，小春，加油。丁老师。杨老师 OK 已经过了，恭喜。舞者的10年可能是别人的一生，杨老师新的10年之约一定会在武林争霸再次实现。